王博，有我的信吗？没有。那传呼呢？也没有。谢谢。这孩子最近怎么了？跟他大哥大嫂闹气了？王博，听说是失恋了。什么什么？什么失恋？王博，我看您真是落伍了，连失恋都不懂。失恋？就是对象跟人跑了呗。听说是个上海姑娘。怪不得金水天天来问有没有上海来的信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。哎，你真的是要转产还要把厂转让？这是与时俱进的重大决策。金山，我可跟你说清楚，这十几年积累起来的这份家业，你可不能把它当儿戏。妇人之见。哎，妇人之见，你看看，哎，你看看。这些资料是王博士专门从美国研究所带回来的。王博士他可靠吗？人家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老师，陈教授是我的老师。那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办厂生产呢？我跟你说不清楚，这个他们有技术，我有资本，这叫合作。合作你知道吗？听懂了，也就是说，钱全由我们出，他们只出这堆纸，然后赚了钱他分成。技术也是生产力，邓小平理论你知道不知道？邓小平我懂，理论我不懂。你呀，也上过初中，也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，以后多读点书，读点报。学点理论，做生意嘛，普天下都是一个道理，那就是赚钱。谁要是把手伸到我的钱袋里，那我就要怀疑他不安好心了。我看你啊，是学过了头，就忘了这简单的道理。哎，跟你掰扯。我跟你啊，简直就是对牛弹琴。行了行了，睡吧，我也不多说了。你呀，以后多照顾照顾女儿，三儿的事你也该管管了，帮她找个媳妇儿。想跟金水的姑娘多着呢，她一个都看不上。我看你们戴家兄弟啊，全都眼光高。我眼睛高吗？后悔了，离了再找啊。胡扯！早了你。大哥大嫂，你们聊天呢。行，那我一会儿再来。哎，金水，这才几天的功夫啊，就生分了，是不是拿我这个大嫂当外人了？说话不方便。那我走。啊，不不不，大嫂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三儿。进来坐吧。哎，啊，你给三儿倒杯水。啊，三儿，想通了，啊？大哥，我……我什么呀？我别吞吞吐吐的，有话就说。先喝点水。哎，谢谢大嫂。大哥，我想承包你的营销部。你说什么？我想承包你的营销部。我想你把产品的营销权交给我，咱们三七分成，你七我三，营销成本由我自负，你只要按出厂价把产品给我就行了。
不行，想都别想。银霄是我工厂的命脉，我就是累死也不可能把它交给别人。啊，你是我弟弟，即使亲弟弟也不行，你趁早别打这个主意。大哥，我还没说完呢，我早就计算过了。如果按我的营销方式，比你现在销售方式能多挣6%的纯利呢？那你算什么？我是销售商啊，我不再是你的员工了。这，那你岂不是空手套白狼吗？这拿我们的货去挣你的钱，你就这么打你大哥的主意啊？还亲兄弟呢。大嫂，你要是这样说的话，那就算了，我走了。算了算了，你也别生气了，随他去吧。这不知道天高地厚，再怎么血脉兄弟，这得有个底线呀，是不是啊？亏他能想得出来啊！啊，你咋不说我把厂子让给你呢？还营销呢？王伯，吃晚饭呢。啊，有没有我信？晚上了，不会有信来了。哦。哎，金雪啊，今天我炖了一点菜，是不想喝两盅解解闷啊？好啊。王伯，我很久没有喝酒了，今儿个我就陪你喝两杯。好，你等着啊，你等着。金水啊，有些事要想开一点儿。我没事儿。没事儿？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啊？我很高兴，我特别高兴。来，干一杯。好好。哎，金水啊，我看得出来你心里面有事，可不能装在心里。金水啊，你爸生了3个儿子，可都是有出息啊。有出息？我大哥总说我没出息。你有出息，可就是想得太远了。我一定要比他更有钱，有钱了才能去娶她。是上海的姑娘吗？上海的姑娘，司徒慧敏。金水，你不能再喝了，喝醉了你大哥大嫂要骂我的。王伯，我没事，我才不怕他。喝。真没想到，孙儿竟然出了这么个主意啊！为了发财娶这个上海姑娘，心也太急了吧！居然要夺我的销售权。琪琪啊，你也应该为他考虑考虑了，让他成家过自己的日子去。正合你意，你早就想撵他走了。哎呦，我这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，夹在你们兄弟间，里外都不是了。厂里好看的姑娘多的是，他这是好高骛远。谁不好高骛远呢？你去搞航天钢，不也是好高骛远吗？在开职工大会上，你是赞成我的呀。那我是给你面子，其实啊，我心里不赞成。弄了半天，你们都跟我不是一条心啊！啊，你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我也走。走，金水，金水。
是王伯伯，有事儿吗？哎呀，金水他跟我喝了两盅，没想到他没有酒量，一喝就喝醉了。什么？金水跟你在喝酒？不是我请他，是他看到我炖了几个菜，就一起喝了两盅啊。嗯，好，我知道了啊。哎，你说三儿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你喝你的。喂，喂，金霞，我是大嫂。你还没打烊吧？啊。哦，我跟你说件事儿。好，现在金水在厂里跟那个门房的王老头在喝酒呢，喝醉了，吐得乱七八糟的。你快过去看一看。金水他不喝酒啊？这简直是，这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他在厂里这么闹起来，你说你哥是名人，这影响多不好啊。哦，好，那我就来。你赶紧把他接回家，让他先醒醒酒，别在厂里闹酒炸。哎，我知道，毕竟他是我弟弟嘛。啊，我也没说他不是我弟弟呀。彪，干什么呀？我这是洗澡，刚买的衣服。你推着车把水给拿来。什么水给拿来？水是喝多了。现在人在哪儿呢？在大哥他们厂的那个门房里。哎呀，你就让大哥大嫂他们去接去。你干嘛？大嫂怕没面子，快点吧。咱们有面子。嘿，你事儿还挺多的，要不去不去，自己去。对，我就去。叫你干点活这么费劲。费什么劲呀？我没面子。我还得看店呢，你爱去不去？吴厂长，我们戴厂长是真有本事啊，连美国的王博士也给请来了，小树枝引来了大凤凰啊。这叫什么本事啊？等有朝一日，咱们的产品卖到美国去挣美国人的钱，那才叫本事呢。胡厂长，真有那么一天，千万别忘了我们当年跟着你一起烧窑的那些穷兄弟啊。你放心，这戴家兄弟是有情有义的，跟着我们好好干，亏待不了你。胡厂长，我们一家老少就跟着戴老板一块干了。好了，啊，差不多你俩就休息一下吧。啊，好，哎。哎呦，大大，哎，郑书记，陈市长，你们都来了，领导，来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王博士。好，你好，这是陈教授。你好，里边请，里边坐，里边坐，坐，来，领导，请，走，请。我们市的主要领导都来了，可见对我们这个项目是何等的重视。来，坐，啊，坐，陈教授。现在呢，我再给各位领导仔细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市委的赵书记，政府的前市长，管工业的李副书记，管企业的正副市长，还有冯秘书长和毛秘书长。我再给各位领导介绍一下这二位，陈教授是我在上海读大学的老师，也是我国冶金方面的著名专家。王博士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博士，现任美籍科学家。航天钢呢，就是王博士从美国带回来的新项目。这个事情啊，小戴已经跟我汇报过多次，二位专家不辞辛劳来到我市支持本地的发展，我代表市委市政府表示热烈的欢迎啊。是戴厂长请客。哦，他们在2楼1号豪华厅，请问您是？我是他老婆。哦，欢迎欢迎，请问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？不用了，就不去打扰他们了。帮我把菜单拿给我看看好吗？嗯，好，请稍等。
借笔用一下。好的。这几道菜就不用了，多帮我上点土家菜，因为上海来的客人呢喜欢吃土家菜。可是这是戴厂长他亲自订的，我是他老婆，买单的是我。来来来，大家坐。对对对，坐坐坐。来，书记、市长，您坐。哎呦，都是些农家特色菜呀！啊，好，好哎。哎呀，这些菜呀，城里可吃不着啊！啊，服务员，你出来一下。书记，您先喝水，我马上就回来啊。好。是谁改的菜单？老板娘。把山区的给我都加上，上最好的鲍鱼、鱼翅、大龙虾，一个都不能少，要快。好的，快点啊！带金水，发了财忘了老同学了吧？听说你不跟你哥干了，赚了一笔钱吧？怎么你想当老板？我哪来的钱？你借我？我们开个货车，拉货送客的，哪敢跟你哥比啊？嗯，赵市长，他有钱也是他的，跟我没什么关系。有个弄钱的地方，敢不敢跟我们去抢抢？这么晚了，去哪儿弄钱？不偷也不抢，跟我们去栽树吧。栽树，对。孔子说：“绿化祖国，人人有责。”走，白雪，老板，慢点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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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吧。我还没吃完呢。我走，走，别客气了。哎，那个一号豪华厅结账。嗯，您是付现金还是支票？多少？一共是9860。快10000了。如果您付10000支票的话，我找您140。不好意思。我身上只带了3000元现金，这样吧，明天给你送支票行吗？行，那就先付3000元，请您在这签单。不会算错吧？这9个人就吃了9000多，这平均每个人1000多块钱啊。您放心，绝对不会。两瓶洋酒的话就3800。秋天的账结了吗？结了，一年就10万3的家当了。哎呀，哎，哎呦，没事吗？没事。啊？多少钱？10000，还问呢？吃金子呢？这好年糕还在你手提袋里呢，屁股还没齐全呢，这一桌酒就花了10000块。哎呀，我跟你这个没有见识的女人没法说。没法沟通啊，你知道吧？哎，现在是经济时代，花这点钱算什么啊？10000还少啊？这平均1个人1300元呢，要再这么花下去啊，家里这点钱全你败光了。给我。我跟你说，只要咱这个项目一上，那就是100万。千万的来了！啊啊，好好好好，来坐坐坐坐坐。我看你这钱还没来呀，我们娘俩给他讨饭吃去。守财奴，守寸光啊！我看你啊，还是回那个裁缝店当小裁缝去啊！嫌弃我了你啊？这么多年跟你拼死拼活的干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家业也有我一半。啊，对对对，这个家全都是你的。金水啊，这个栽树呢很简单，一学就会。这个规矩是这样的，我先给大家呢一人发2张牌，放这张。然后呢，如果这2张是一模一样的，那么就死牌。
换砖。总共这两张呢，一张是六，一张是八，那么中间呢只有一张七可以插下去，就是机会很小，就一次机会。那么我想你也只能是认输了。我明白了，也就是说，这两张牌之间的距离越大，栽进去的可能就越大，赢钱的可能也就越大。都来。对对对，带进去真不愧是我们班的高材生。一局呢，谁能玩一次？第三张牌呢，就放里面了啊！来，发牌了，得跟你下去录呀，要不要？要的。你呢？你呢？啊，李泽源，要。给进去。我不玩。哎，你不读占啥位子啊？我还以为你很有钱呢。走。接水。别在意啊，别小瞧金水，他哥比你爸有的是钱。金水，就玩一次给他看看，也不是吃素的，是吧？来，发牌就压钱啊。等你压钱。来，看了牌之后压钱啊，看了牌压钱。师傅，瞧瞧，你们家大老舅又见报了，跟市委书记、市长坐一起呢。哼，这谱是越摆越大呀。哎，我说你这做姑爷的，怎么还在摆地摊修破车呀？鱼有鱼路，虾有虾路，人各有志。来，站住。不要站住，这把我跟。这局180了啊，各位，别着急，快点。邓金水，咱们赌一把，敢不敢？敢啊，赌就赌。出，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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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，紧。哎呀，这叫什么？没调酒，你还想进？就是。赔钱，赔钱。180嘛。白金水，现在360了，你敢赌吗？轮到你了。赌什么呀？赌。就一块石门镜，赌。来，放赌。呦，手发抖了。手发抖了。不进。哪根筋不对呢？你大哥昨天晚上在饭店请人吃饭，一桌就花10000。听谁说的？瞎造谣。婷婷说的，绝对可靠。这事还跟嫂子干仗，昨天还骂嫂子。忘本编制了吧？啊，你还记得当年为了你1000块钱给爸治病，哎呀，这一家人啊，这……你没完没了了是吧？什么叫没完没了啊？当年我那个袜子里的钱，记着你是怎么给抠出去的吗？啊！我现在让他还你行吗？哎呀，你可别去找他去，舍不得呀。他早就把你的账给忘了，这个陈年旧账就不要提了，免得自己找气受啊。Thank you.
李书记，来来来来来啊，李书记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好。昨天您哥的花销不少吧？啊，嗨，农民企业家嘛，就喜欢冲老大、讲排场，时代的共性。市里的几位主要领导都出席了。感谢市委领导的支持，尤其是您主管的这条线的领导。这是我分内的事嘛，能引进这个大项目，对我市发展高新产业至关重要。哎，小戴，你们局吴局长即将到临，安排他退居二线的事，我们想听听你的意见哦。好，谢谢组织上对我的关心和培养。可是吴局长还有一年，我希望组织上能让他再扶我们一把。好好好，市委会做出适当安排的。关键时刻，您和罗副局长要把工作抓起来。老罗比你年长一些，学历差一点，但是从农村基层上来的，经验丰富。请李书记放心，我一定同罗副局长一道齐心协力把工作做好。好好，我只是先跟你打个招呼，让你有思想准备。好的。哎，大哥和大嫂吵架了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为什么？你大哥不是要搞航天钢吗？啊，这个我知道啊，而且市委也很支持他。可你知道吗？王博士和程教授来，他请市委领导，一桌就花了10000块。这不很正常吗？就为这个。我看金霞好像对这事儿也挺生气的。你是家里最有权威的，你不想办法调和调和？大嫂这个人呢，就是农民意识太深。哎，李书记找你谈话了。你打听这干什么？看吴局早就说要退。你和老罗到底谁上啊？谁上不都一样吗？哎，几年的媳妇熬成婆，你关键时刻你低调，低调。啊？哟，跟老婆还保密呢？这是组织部管的事情，不属于老婆管啊。哼，跟我还打官腔。再说吧，这花落谁家还不知道。事情定下来了，扶正了。哎呦，恭喜呀，恭喜兄弟！这样事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，明天哥给你摆一桌，我们戴家人好好庆祝一番啊！哎，老大，就不要请太多人了，也不要张扬了，咱们自家人聚聚就得了啊。好好。帝豪大酒店等着我们去呢，快点收拾。我不去，你们娘俩去吧。你不去？我这个样子能上大雅之堂吗？人家是大喜的日子，我去献丑去。去。海燕说了，都得去，你不去算怎么回事啊？爸去吧。
爸当然去了，爸今天还是首席呢。哼，我去，我这个样子咋比爸好看点？儿子，拉爸去。好，动作快点，别磨蹭。来，儿子，咱们先走。你把衣服换换再去。哎，衣服放床上了啊。好，走。爸，你快点啊，看点车，看点车。哎呀！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，你是不是和爸爸一起去接爷爷的呢？还有妈妈一块去的。一块去的。金坤啊啊！今天就这个车。对啊。爸，这个地方呢是今天我特意为您定的。我想咱们这家人啊，平时各忙各的，很难得聚一聚。今天咱们就趁这个机会，大家好好热闹热闹啊！你大哥说你扶正了？哦，对了，爸，他现在是真正的一局之长了。嗨，不是局长也不能铺张浪费啊，就是自己花钱还是报销的？爸，这事儿你别管了。爸，喜庆嘛，想想过去，看看现在，多大的变化呀！啊，现在咱们家老二也是堂堂正正的郑局长，我也算是个有名的企业家了吧？哎呀，咱们在家现在是要钱有钱，要权有权，你老人家啊，该幸福了。是啊，就是你们这是前呼后拥的，把我打扮的像个地主啊！这看着说的，爸，一会儿就适应了。来来来，坐吧，坐吧，来你坐吧，坐吧，来来来，娇娇，娇娇，外公。先坐下。你们干嘛？佳佳，我托外公见识见识去。哎，你慢点，爸，你让他慢点啊。哎，你看看你爸怎么还没来呢？哟，成彪来了，爸。哎，佳佳，你推外公干嘛去？这去洗手间。哎呦，不是洗手，解手，解手吧。汤，在城里啊，解手和洗手是一回事儿。一回事儿啊？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外公。不信我推您进去瞧瞧，便池比我家灶台还干净，还有香水。去。哼，老二，祝贺你。咱还是老规矩，你请客，我买单。嗨，大哥，一家人不用那么客气。今天呢，主要是咱们这大家子人呐，好久没有见面聚一聚了，所以。我就安排了这顿饭，让大家凑在一块热闹热闹。大哥，我也得祝贺祝贺你，希望你那个项目啊能够早日成功。现在是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。前天市委赵书记、还有李副书记、钱市长都来陪陈教授和王博士了。谢谢姑姑。哎，我告诉你们啊，这个项目只要一立项，一切手续从简。李书记给我打过招呼了，地价优惠，手续从简啊！好，大哥，我听说你和嫂子为了请客买单的事儿，嗨，其实啊，我觉得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没有必要为了一点小事儿失和嘛！啊，不会的，不会的啊！嫂子，你说的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今天晚上这顿饭我接着买。没事，大嫂，你放心吧，今天我是带了钱过来的，咱们这档次啊就稍微降一点，毕竟是一家人嘛，也没有必要太浪费啊。再说再浪费啊，爸要骂人的。对，我觉得挺好。哎，你们是越摆谱，我是越高兴越想用。哎，昨天说什么，今天接着。爸来了，来来来，给我，佳佳，去你妈那儿去。来，哎，爸，你看这桌咋样？哎呀，我说你们根本没必要搞那么大的排场，这至少是两亩地一年的收成吧。爸，你就放心吧，今天我们大家陪你老喝个高兴啊。就是，爸，喝开心啊。要是你妈活着就好了。爸，今天是喜事啊，不要再忆苦思甜了啊！啊，不说不说。哎，对，水水怎么还不来呀？哎，就是啊，三儿不是说他要准时到的吗？这小子呀，
这几天跟我不对付，快气死我了！过一段时间就好了。这几天他肯定心里不痛快。哎呀，不是那么回事儿，一天鬼迷心窍的，心不在焉，工作也不好好的干，这还是为了上海姑娘的事儿啊？再说失恋了，你怎么这么像失恋？大人说话小孩听着。 这段时间我也太忙了，没顾得上他。可能那个慧敏这个事儿对他也真是个打击。我觉得咱们大家还是应该多安慰安慰他。你让他断了这个念头也好。这个你哪见过一个乡下的人找了个上海媳妇啊？当年上海知青来的时候，跟乡下小伙子谈恋爱，甚至于结婚，城里的政策一回来以后，拍拍屁股就走了。哎，爸。 今天不说他了，来，咱们大家举杯，为老二的大好前程，干杯！哎，大哥，等会儿，这个我先来。我先讲两句啊，我先敬你们大家一杯，我祝你们呢，升高官，发大财，你们那个四个轮子在前面飞，我那个两个轮子在后面追。好烦人呢！别照顾他们一家。 爸，没事儿，我们家过得挺好的，挺好。哎呀，想当年，外公，您还念念不忘您的忆苦思甜呀？现在吃幸福饭。你闭嘴，跟你爸似的，人一多你就话多。我说，啊，代家有今天。 不说了，行。哎，咱们共同举杯，为今天的幸福生活干一杯！来来来来来，姐。哎，许晨，哎，昨天你怎么没去啊？给你打传呼你也不回。我昨天有事儿，传呼没看到。得了。哎。 姐夫呢？昨天，哎呀，免费的酒使劲喝，喝多了，到现在还没起来。哦，姐，我求你个事儿呗。什么事儿？你能借我点钱吗？500，300也行。你跟我借钱？姐，我有急用，就300。 你呢？不跟你跟他，你呢？人。哎，你行了，你别忙活，我给你喝水。你知道我在那儿等了半天都不见人出来，后来我急了，我就冲进去，我说我找人。你知道那儿是干嘛的吗？干嘛的？赌博的地儿。啊？赌博？我就知道他有问题。我17岁嫁人的时候他就跟着我，我太了解他了，从来没跟我借过钱，突然跑我这儿来借钱，肯定有问题。
而且我怎么问他，他今天早上都不说，眼睛还不敢看我。那要真这样，那可就糟了。你说咋办呢？你告诉大哥，让他出面解决。哎呀，他现在跟大哥闹得这么僵，怎么可能听劝呢？那不管怎么说，长子如父嘛。我看这事儿啊，还真的得大哥出面来解决。你说我们家金峰吧，他刚当上局长，不是，是咱们家金峰刚当上局长。这事儿要影响闹大了，多不好啊！你说当个局长也不容易，是吧？一生的缠。